说这答案是否定的，我想我还是能够接受。我不希望这只是一场游戏，而我只是无知的付出。我需要的是你的爱与关怀，你是否能给予我？请你告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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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说些什么，在你心底可曾有你存在？爱是不能勉强，若不能双方付出，最好就此结束。谢谢。